老公在拍戏啊。我老公在拍戏啊。哦，在哪儿拍的？西双版纳。我很美吗？那地方是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他说很漂亮。他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？香港。哦，普通话说的不好吧？嗯，跟我差不多。不可能，比你肯定比你差。跟我差不多，差一点点。啊、他就港普。是吗？嗯，港普。就长长，我就跟你说了。哦，这样的，我就跟你说了。你说了啦。我的瓦着啦。啥？啥？就我都说过啦。我的瓦着了。那广东话是？那你们俩之间说，你们俩之间说广东话吗？就广东话。我的瓦着啊。